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昨八日晚间在脸书爆料，指控去年八月被名嘴朱学恒借酒意强吻、搂抱，还呛声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过程中他虽拼命闪躲，但朱学恒仍再次强吻，让他难以忍受，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马上站起身说要走了。事发后朱学恒在简讯中留下切结书，称对当事人钟佩君为当日之错误行为道歉，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钟佩君及其亲属，避免造成任何骚扰。事件曝光引发轩然大波，他经九日上午在媒体群组再度发声，表示抱歉，知道大家今天都有发稿需求，但我昨天的文章已经完整陈述了我想要跟大家报告的，目前没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给大家。另外他也表示请给他一点时间，今天排开工作，计划跟家人相处，谢谢所有的鼓励与指教，我会整理好心情恢复工作，绝不会懈怠自己作为市议员的责任。宅神朱学恒昨日被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指控去年一次参叙中借着酒意二度强吻，对此朱学恒在直播中道歉，强调完全喝到断片，没有任何记忆，没有足够的判断力，针对钟佩君的指控没有办法否认，但愿意为了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绝对承担所有后果。但钟佩君在脸书发文指控朱学恒称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钟佩君指出过程中虽然拼命闪躲，但朱学恒竟再次强吻，让钟佩君难以忍受，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马上站起身说要走了。至今我还是不会忘记朱学恒竟然笑着回我，我刚叫的 Uber 也到了。朱学恒在直播中坦诚与钟佩君饮宴时当天完全喝到断片，对于发生的事情完全不清楚，我想我没有办法否认，因为坦白讲我没有任何记忆。朱学恒称都是自己的问题，不会否认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是真的喝到断片，但这不是发生问题的理由。他承认喝酒喝到失控是他的问题，对于造成困扰的任何人都诚恳的道歉认错，面对任何的后果若有后续的法律流程都坦诚接受。据钟佩君的指控内容，朱学恒曾清楚表示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我刚叫的 Uber 也到了，清醒地提及两句话似乎打脸自己断片说。钟佩君表示事后朱学恒在他男友及他委任律师面前以自己的手机写下切结书，于2022年8月6日晚间9点40分至10点于聚餐期间因饮酒行为失控未经同意违背钟佩君之意愿及信任主动搂抱及亲吻当事人钟佩君，朱学恒承诺从此戒酒，不再对任何女性有未经允许之逾矩行为，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钟佩君及其亲属，避免造成任何骚扰。没想到钟佩君隔天收到的朱学恒亲笔切结书硬是少了主动搂抱及亲吻当事人钟佩君，其律师传讯要求朱学恒补其内容，他却睁眼说瞎话回复切结书乃依照昨日版本未有删减，烦请告知何处疏漏。钟佩君强调朱学恒刻意删减的13字正是最关键也是让我最恶心的部分，想要逃避责任反悔认错太快，我当时已经不想再追究，因为我又再次陷入恐惧，如果这件事曝光别人怎么看我，选民怎么看我，所以我选择沉默，试图装作没事，自我舔舐伤口，不断找寻稍感安心尽量舒适的角度面对世界，直到如今。而朱学恒之后在脸书发文，我的确犯错，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后来删文重发，我的确犯错，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在此向钟佩君议员和所有社会大众道歉。八毛律师陈宇安说，请问所有人是几个人？另外朱学恒对钟佩君做的事情他认为已经不单纯是性骚扰，而是强制猥亵。中华民国刑法第224条对于男女以强暴、胁迫、恐吓、催眠术或其他违反其意愿之方法而为猥亵之行为者，处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去关巴尼尔南林志群律师也说，提醒一下，强吻除了是性骚扰外还构成强制猥亵哦。被告苏乃论之罪没6个月告诉期间问题，林志群律师还写道，网友为什么他要道歉，因为有监视器啊，你以为对方这么有羞耻心哦。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佩君昨日在脸书发文惊爆，曾遭政治评论家朱学恒于2022年时曾借酒意强吻自己，还呛瞎说反正你明天也不会记得。钟佩君在过程中虽然拼命闪躲，但朱学恒竟再次强吻，让钟佩君难以忍受。愤怒到不知所措的我马上站起身说要走了。事发后，朱学恒在手机留下的切结书称，对当事人钟佩君为当日之错误行为道歉，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钟佩君及其亲属，避免造成任何骚扰。钟佩君强调，朱学恒悔弃切结书承诺，日后也将尽一切可能远离当事人钟佩君及其亲属，大谈特谈性骚议题，赚通告费，赚流量，让我反复坠入我努力想要爬离的深渊，让我对毫不知情的节目单位、民众非常抱歉。钟佩君爆料性骚扰事件后，朱学恒第一时间在脸书发文道歉，我的确犯错，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在此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没想到不久后他突然删文，并发布第二版本的道歉文，我的确犯错，也会面对一切的后果，在此向钟佩君议员和所有社会大众道歉。网友比较两个版本的道歉文后，发现朱学恒第一版是向所有被我冒犯的人道歉，让不少人质疑是否如同钟佩君所言，受害者不止一人。有网友说，请问所有是几个？除了钟佩君还有谁要道歉？要不要一次全部讲清楚说明白？要改几次？朱学恒为何会让忍了长达一年未透露只字片语的钟佩君自曝此事？从切结书中看出朱违背两件事，让钟不满他背弃承诺，大赚通告费，连网友都看不下去，纷纷灌爆朱的脸书，痛批他有嘴说别人没嘴说自己，也痛批他道歉还分两版本，要不要一次说清楚？承认我虽然没有任何的记忆，我虽然说我是喝到断片，那但是我也愿意道歉，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的喝醉之后断片的行为我自己没有记得，没有认真的考虑，或是没有知道自己的酒量，那这个就是我喝酒的问题，是我的错，我没有说任何的借口，都是这样子。那所以后续有任何的状况都是我要承担，那我们这样子就得跟大家讲说这个就是我的错啊，那后续有任何的问题我会承担所有的责任。那然后各位应该暂时没有办法，就不会再看到我。坦白讲，你会看到我这几天都有尽量避免谈这件事情，我觉得自己这个没有什么资格去批评别人。好，那我没有说自己有什么值得鼓励或是正确的行为，所以这个钟佩君议员的指控啊，或者是对我的不满，我非常能够理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状况啊，很遗憾我做了一个不好的示范，那我们自己会承担起相关的责任，那我自己也会做相对的自述，我在这边对钟佩君议员和对他造成的困扰严格致歉。那如果他愿意提出这个相关的法律要求的话，我也会尽量配合，都是我的问题。那对方原不原谅我可能没办法奢求，但是我一定得要面对，我不会否认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坦白讲我是真的喝到断片，但这不是发生问题的这个理由，所以就是我的错，就是我的错。好，今天直播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不要这个造成大家更多的困扰。